猫怕黄瓜。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内科专科医生。其实猫咪并不怕黄瓜，或者说猫咪怕的其实并不是黄瓜，而且大家在自己的放松状态下突然闯入视野的新事物，猫咪是一种领地意识非常强烈的猫，即使突然进入视野的黄瓜是静态的，但是猫咪还是会第一反应迅速的避开，并且做好随时出击的准备。这种感觉大概就像人类突然回头看到没见过的东西在自己身后，也会经历一个恐惧、好奇、攻击或者接受的一个过程。猫咪是一种非常容易应激的动物，应激之后会因为体内激素水平的迅速升高而引发很多疾病，要尽量减少猫咪应激，不应该经常使猫咪受到黄瓜这类惊吓。